猕猴可以克隆，在原则上人也可以克隆，但是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必要要克隆人，而且我们做克隆猴的目的是完全是为了要建立动物模型来帮助理解人的大脑，还有治疗人的脑疾病。我们看不出任何理由要需要克隆人，社会的伦理也不允许。